个鸡蛋，咱们先把冬瓜切成片儿。咱们把冬瓜去皮之后，然后切成薄片儿，像这样切成薄片儿。下面把这个辣椒切成菱形片儿。切成菱形片儿，再和一点全蛋糊，一会儿给冬瓜挂糊，然后炸一下。给淀粉里边打一个鸡蛋，然后这样用手把它和匀。和好之后，这样提着，这样呈现不断，这样不能太稀，要太稀的话就挂不住。下面咱们烧油，然后把冬瓜炸一下。我们抓一些冬瓜片，然后放到这个糊里边，然后让它充分的沾上糊。等一会儿油热了，咱们就可以炸了。好，有四成油温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把冬瓜下到里边了。好，炸好的冬瓜咱们就把它捞出来，剩下一点咱们一会儿也一炸。好，炸好了咱们把它都捞出来。好，下面咱们给锅里烧一点油。然后来上一勺那个豆瓣酱，豆瓣酱不要太多，太多就咸了。把这头葱姜蒜放里边，煸炒一下。然后把那个木耳和那个鲜椒都放到里边炒一炒。再把炒好的那个炸好的冬瓜倒到里边，然后翻一翻，然后给里边来一勺糖。一勺糖，然后再来一点鸡精，有红油的呢，给里边可以再来一点红油。出锅了。好，回锅冬瓜。